全心全意，其實之前打了三場，其實名次上就越嚟越低啦。其實之前三場你點睇佢嘅表現？對，即比較反覆啲，唔對，一場近啊，一場遠啲啊，一場唔知輸到冇乜原因嚟咁啊，所以呢場就戴咗眼眼罩上去，希望佢就即好似個名咁啊，係嘛？即係集中啲注意力多啲好啲。嗯，咁啊，史卓峰嘅發揮跟住啦。佢神都覺得呢只馬都唔錯，咁又加上一檔有佢哋幫助啦。嗯，佢依家仲係四歲啦，其實仲會唔會好亂咧？係啊，我如果想講佢跑得好少啫，跑幾次佢都好亂嘅，四歲咁啊，上季其實都跑過沙田啦，其實即係沙田嘅效果係咪比較普通啲？未定啊，佢跑得好少，沙田跑我啲球員都冇乜定案。不過大隻眼波肯定幫忙咗好多。好，唔該，多謝你。